看起来戴起来很像毛毛，你知道？看起来很厚，就不会戴。好久没有看到的帽子，他一直对这个帽子有兴趣。现在选幸运四叶草。早安。恭喜完售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这啥滤镜？哪里有滤镜？什么滤镜？这个滤镜吗？美颜滤镜。谢谢 DJ 的好运鞭炮，早上好。为了找尾牙，快看一下。谢谢长寿福。有红色的滤镜，没有红色的滤镜啊，很正常哎。谢谢何恩的才，谢谢怀怀的 love。但是手不知道是谁的，我的手，我在这里。谢谢玫瑰。谢谢红包，没有抢到耶！来了，小妞妞，今天除夕了，今天可以拿红包了是吗？我也想要红包，没有抽到红包很不开心哎。太衰了，真的是太衰了。哎，哎，我抢到29个，拿完就变三三的形状。初一才会发吧，不是除夕围炉的时候发吗？哦，节目都有收看还截出来，谢谢，谢谢收看，谢谢钢铁面粉的好运鞭炮。谢谢早葵。早安，是什么幸运转盘？可是我不能抽奖，我竟然不能抽奖，好难过。谢谢坤坤的偷偷喜欢你，可恶！到了发红包的年代。年纪就不期待红包了是吧？谢
谢谢好运鞭炮。早上好哦，早安，大家早安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红包在哪里呢？谢谢看好你哦。哎，抢不到耶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看见红包了吗？没有看见。你说秋抽了一万，对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大家不要给他红包了，他已经有一万块。我跟小迪是唯一一桌去完全娱乐没有抽到奖的人，太可恶了。你感冒了吗？没有，是惯性的早上过敏，呵呵呵。我刚刚在洗手台前面醒了很多很久，我气没有抽到。叫平安发红包给你。哎，平安那个号码是我帮他拿的，然后就被他抽到了，我很生气。对，早知道我就好吧，就算我换了，说不定还是他抽到，这就是人生。谢谢泽村的好运鞭炮，要吃红。谢谢私人的财。谢谢鲜花。20岁的运气，这就是人生。你就算帮别人拿了，你就算交换了，再怎么样还是他抽到，所以算了算了。人生好难。谢谢花牌蓝。会抽到就抽到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已经算了，不想再争了，不要，我就不要抽到红包，抽不到就是抽不到。谢谢乐，就算他们在加码几包，我还是抽不到，所以我已经算了。签名信片，耶，签名信片。没有偏财运，没有，就是命，就是命啊！好，恭喜 A B C D 满布，谢谢，谢谢吉米粥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我不会累，我不要担心你们比较累，你们要在，你们几乎每步都去，你们比较累。还可以休息，还可以坐一个小时。第一个是不满的厉害，谢谢各位。佛系人生，心情好才有画。我画到后面我已经开始绝望，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在减少，我就放弃，我就全部都用签名。因为它一叠看起来很多啊。烦恼衣服了。不用，最近买了很多衣服。不用，最近买衣服的机会应该蛮多的。但你喜欢哪一个？完全不知道哎，完全不知道。我觉得每个都蛮奇妙的。早晨好，早晨好。早安。喜欢哪个完全不知道，就其实就那样啊，大家应该都投完了吧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
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红包，谢谢阿キラの红包。没有巴苦，谁要叫巴苦啊？樱花，可是他那个没有写 A B C 是哪一组啊？他应该不是真的 C 组是樱花吧？还没选要先问林毅，哈哈。听巴克，喝到十元，谢谢玫瑰。小雏菊、风铃草跟樱花太难记了，我只会念傻哭啦，我不会念什么，就是叫什么 Daisy， 太难了。Unisakura。在按顺序哦，是吧？Stop， 为什么停车是 Stop？ 为什么有一个 U？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耶！其实我觉得上次想的那个什么神话还不错啊，我们可以叫丘比特。上次要等零一啊，连身份证资料都准备好了，哈哈。Stop， 哈恩多鲁，巴库，吃早餐了吗？喂，能叫零一组长，哈哈哈。大家觉得组长会是谁呢？哈哈，車だよね、それ。そうです。あ、チュービート。投票丘比特，我也想投票，可是我不能投票。哈哈，我可以投吗？顶多被废票之类的。对吧，我可以投吧，他没有写成员不能投。豆浆，对，就顶多被废票而已啊，应该可以投吧。名称，那我要选花的那一个，因为不想当 cupcake。cupcake 不会变废票，不急着现在投。组名名，请好好选择，请大家好好选择，请大家好好选择。所以应该可以投，就是硬要钻漏洞，他才没有，他本来就没有想让成员投，好不好？花组投起来，因为我不想当杯子蛋糕，所以我要花，要樱花。他快把我家房间都拆了。萝卜糕，不想
事故，不讲事故。高不加酱，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早餐是吃萝卜糕。我妈现在几乎也，因为我妈也不吃早餐店的酱油糕。上幸运草林还可以获得钻石、欸，真的，钻石不是浪花。他这是都切好大块，你很少加酱，我不喜欢加酱油膏。什么时候播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加酱会觉得好吃，就是加酱会甜甜咸咸的，盐巴着吃啊！你看上面有胡椒粉。黑暗料理没有，我超肥的，我就是在那边，我在那边当看板，无法饭食偶像，这是习惯的问题，吃习惯的问题，从以前就吃习惯加酱，怎么可能突然不喜欢加酱？那暖过不冷嘛？今天我觉得还好哎，现在，萝卜糕。萝卜糕不加酱感觉好油，真的吗？昨天超热，最近超热，中午超热，窝在被窝里看你。没有煎过的萝卜糕，没有煎过的萝卜糕怎么吃？冷冷的吃，不是上情人大主厨节目，我没有，我这次没有上。还在拆我家的东西，刚离开被窝，很冷是吗？可能跟前几天差蛮多。我昨天睡觉的时候觉得超热的，对，25度，很高的那种。天晓，潘若迪。韩秀吉怎么了？传统的跟早餐店，哦，传统的，好像有。那冷糕要加酱吗？是啊，全爆炸，真的。那做了什么事？大家气气气。他拿薯条跟施雅碗口对口吃薯条。
偶像的粉丝不好惹。很想玩第二次，广大的施雅粉，面壁师傅，请大家反省这样子。他也蛮厉害的，通常不会有人想不开想跟偶像的，不应该通常不会想不开跟那个偶像玩这种游戏吧，我通常都会被骂爆。现在有点沙音，他也是蛮厉害的。想不开，真的想不开。如果从一开始他打从心里就是想认真玩，那他就错了。谢谢奥长的 kiss 啾啾。台湾没机器粉。不就是现在吗？为什么林一会跳这么多种？因为呢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舞蹈老师办过很多艺人的舞，所以我们就是会为了老师去看那些，比如说我忘记是哪一场跨年，然后我们老师有去帮安心雅办舞。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那个转播，然后一直寻找我们老师的身影，这样子。就是明明就是安心雅的组长一直在看伴舞这样子，还是真的很好看。很快就会，重点是要我听过的歌。比如像说蔡依林那个我完全没有听过。我自从我应该好久没有听过蔡依林的歌。只是呢，因为怎么说超突然，他放得很突然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放哪一段，就连他放 TTP 我也不知道他在放哪一段。哦，瑶瑶的新歌，你知道为什么听过吗？因为我有一天很无聊，坐在电脑前面，然后我想要看 YouTube， 然后就想说，订阅的都看腻了，然后我想说那就看发烧影片，然后我就看到了郭书瑶的新歌，然后就点进去看。因为有 say 过，这么刚好，就是刚好那个 MV 里面有郭书瑶的影片。其实我只知道副歌的那部分，但是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跳，因为要看旁边怎么跳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感觉到哪都可以听到那首歌，忘记是在哪里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上次看木曜的时候看到听到那首歌。就是刚好嘛，但是
蔡依林的那首歌我是认真没有听过，我连那首歌的名字都没有听过。开始猜。看木曜听过嘉一，嘉一，我在看那个，就刚好那一集他们就是郭书瑶，本来在看阿北上跳那个游戏，叫什么台歌跳那个游戏，哈哈。猪头猛进，猫头猛进。有看，我有看啊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好笑，他有这个动作，哈哈。早安，听成郭书瑶，怎么可能听成？怎么会听成那个？我刚讲什么？有这么像吗？看目标以后抖内要小心，不会啊，不会看直播啊，我都看回播，因为那样才可以快转啊。新年快乐。还跟那几病人，那个超好笑的，我真的是看不下去，很厉害。我是个没办法跟直播的人，就连我喜欢的偶像，我还是没办法看完整个直播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干脆结束了，直接拉快看。前几天学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把那个很长的东西，然后你用两倍速看，就可以减少两倍的时间，还蛮棒的啊。就是其实不需要听声音也可以，反正就只是要看他在干嘛而已。早安，早安！喜欢懒人包的朋友，我超喜欢，哈哈，超喜欢懒人包。看你在吃萝卜糕。对啊，你们怎么有办法看我播两个小时的吃？两倍速追剧。不看演唱会只买 BD， 会看演唱会还是会看啊，因为演唱会是现场不一样，你可以站在那边看，当然要站在那边看了。可以看台下跳舞两个小时，看电影是看整理过的十分钟看完系列吗？我以前的话应该是，但是其实我不太看电影啊，不要打呼。两小时 OK 的，两小时 OK 吗？两小时就已经占了就剩下22个小时。我在看电影系列，直播要到哪里调两倍速？没办法，直播没办法调两倍速。我每次看，比如说 IG， 比如说哪个偶像在直播这样，然后点进去，然后
我大概看了三分钟，我就放弃了，然后再等它结束，然后再开始按回放。谢谢红包。意思其实他怎么说？听不太懂，至少日本的直播可以听得懂，但是韩国的直播没办法，完全没办法，我就慢慢看着脸发呆这样子，到底在讲什么？然后我就放弃了。看两小时直播更好。我最近一直在玩游戏打发时间，超多莫名其妙的游戏，刚好被那个广告给拉进去，然后我就开始玩了这个游戏。不要拆台，不要拆台，酷奖。酷奖的手，什么游戏？这是一个神奇的游戏啊！悄悄的也不是欸，它就是一个我也不太懂的一个游戏，真的超难解释的啦！我根本不知道这要怎么解释。烧脑的感觉，他要爆了，他一直在拆我的财哦，真的是，踩地雷，不是踩地雷，不踩地雷，好，给你玩去，牺牲我的口红，有点像速度，这个是，等我一下啊。等我一下，这叫什么 ？No N O N O N O G R A N N O N O G R A N N O N O G R A N， 然后旁边是速读。这个真好操控，他不好，他根本不受控，一点都不受控。我昨天光是我一天把这个玩完，好像有25关吧，我昨天把它玩完。还有64关。昨天又砸了宿主，宿主不是昨天，好像是迷你康神那附近下的。我在后台很无聊，然后就一直玩。宿主，坐车是有很无聊。我宁愿玩速读，我也不想修图。来晚了 ，Hello。后台日常，我需要一些可以打发时间、可以玩很久的游戏。就但是我本来就是，其实我还有其他游戏啊，但是那些比较耗电，比较，比如说枪战，就是太危险了。在表演前玩太危险了，因为我会直接死掉，我会直接死在，就是我会直接倒掉，我大概要躺个3个小时，我才可以恢复正常，所以我没办法在外面玩枪战。
前图片153还是那个还是153吗？什么之前图片那个153还是那个153？撕掉就算了。好像 get， 我的手机都没载游戏，就是不是说死掉的问题，是我玩了会头晕，然后就会阵亡，我会阵亡，我需要三个小时回血。没讲的，除夕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极速的极速其实也会。但极速还好，但我已经删掉了。登录林美日153那组图修了吗？153那组图，153是哪个153？三 D 会晕吗？晕爆！我有点玩枪战这种，我连玩 Minecraft 都会死亡。等到大概玩个一个小时，我就会直接死亡。对，就备份那个，他在拆台，他一直都在拆台啊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现在就是要氪金，不氪金好不好？比较适合怪物弹珠或龙族拼图吗？不适合哎、欸，那个好难哦、喔，手机都。删了就看直播。谢谢好运鞭炮，原来您也玩枪战？没有，以前哎、欸，好久以前，我不太会一个人玩，因为太可怕。花点小钱支持这个游戏，今天枪战一转镜头就晕了。超晕，尤其是找不到人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旋转，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我就直接挂掉。CSO 的部分 ，CSO 好可怕哦，那个僵尸。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，大概国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好像国中生蛮流行 CSO， 然后就会看到。他们在玩的样子，完全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然后就有玩过，就是有玩过别人的账号一次，一两次，然后就觉得太可怕，我就放弃了。所以的枪战有比较晕。都一样啊，枪战游戏都一样，就是你需要回头寻找你的敌人这样子。Hello， 小五 ，TDP 氪金氪起来，居然，僵尸王冲过来吓到，直接吓傻我，直接不玩了。でもお似合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希望 TDP 也能出手游。希望。国二的 CSO 七年。我们是他们的萝莉什么东西。谢谢博婷的偷偷喜欢你。听 TP 练吗？拒绝。平衡力强就相对容易手晕是吗？不是脑特别是不是。非常的在摇晃这样子。大脑在摇晃，就是觉得他没有装在那个壳上这样子。谢谢好运鞭炮。会晕车之类的吗？
我觉得最近应该有好一点吧，但偶尔还是会晕。快回，我怕晕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快回，谢谢幸运四叶草，谢谢玫瑰，帮手有配音，可以给我正常的台词。有画面，那可以告诉我握手会有几句吗？我需要了解一下，自己都还没记起来。四步，我知道是四，我知道是四步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几。28是几号？2月28是礼拜几？2月5，星期。2579，2月29。还没看自己到底填了哪些。2579，看得到吗？2579。不确定自己填了哪几步，每步都填。29飞日本握不到 ，QQ， 哭哭，我哭哭，握不到了，难过，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。这组号码，第二步。查看订单查询，每步都有。你第二步见，第二步见。看账单。2579，没有79。
握手会。酷秀开一二，我记得是密码吗？谁的密码是这个？谁的密码刚好是这个？很像密码笔记本的密啊，很像笔记本的密码，很像，超像的，四位数这样子，四位数。庞然大物经过，趋之别院。安安路过，他真的是好，真是好。他路过的很开心。你想要第六部吗？不用啦，五部就好。你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。草地，画了绿草地。9527怎么像？五步吗？有五步的话，假如说它开在228的话就好了，就好了。快讲！不要不要，你等下把它弄。跪求228，跪求228，没有228的话，那就不要25，那就不要第五步了，就是4步这样子，不是228就不要第五步，可以吗？就他就是硬要跟我作对的，太可恶。彩的名牌是多少？这个可能要问你的家人。开在229就是跟我作对，开在229就是跟我作对。天才2579，天的228的。第九步是几点到几点？是不是还有一格位置？都还有一格啊，说不定会在第10，或不定会在第6。看一下。12:30到1:30，看这个 Diss 加回来。我在日本只能吃乌龙面，可以只吃乌龙面是吗？这么难过，都到日本了，只吃乌龙面。乌龙面台湾也吃得到啊。12:30。
到一点半。就是有人开始，谢谢。选三个号码给你。579，是这样选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欸，是吗？开名牌啊！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。579带回去买年后才能去生拿圣诞礼，要多做一点好事。年后才拿得到啊，好久好久哦。希望大家不要暴君，请大家不要暴君好吗？请大家不要暴君好吗？谢谢傲讲的 love， 年后其实也一个礼拜而已，一个礼拜而已。哎，请大家算好一下那个握手券，不要暴君，暴君真的是太心痛，暴君真的是太心痛。关门，想关门。所以应该还好，绝对不会爆。想爆就让它爆，抱歉，不是我这种小小需要考虑的。关门延龄一波，延爆。爆了还没得爆，有了二单经验，有考虑过，有计算过是吗？不要再吃塑胶袋了，塑胶，拒绝塑胶袋。哎呦，真是，不要再吃塑胶袋，塑胶。不打爆你，真是！还好不会爆，又吃薯片，一直吃，难怪他一直发疯。吃花鸡吃太多，不给吃就生气，对，不给吃就生气，还是吃塑胶袋。什么都能拿来玩，他快把我的家都拆了。差点说他发神经，暴气冲撞。谢谢好运鞭炮，没有人控制得了他。猫出猛击，没有人控制得了他。好紧张哦，还很久哎，还有一个月。
自己要加算排队时间，只有一个小时，所以担心就是大家都，应该不会吧，应该不会吧，除非大家都一张一张丢，这个是掌门要振作，想跟林要红包，他怎么可能会要红包？因为他把这个咬成这样，破破烂烂。我妈说从他的大便里出来的塑胶袋，他是很爱吃塑胶，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他什么都可以吃。我已经没办法救他了，他都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吃塑胶袋。应该只能先试一下。他一直都擦口水，上面都擦口水，真的吃下去，就是小小的残骸这样子，残骸。不要再吃啊，很麻烦呢，你吃下它也不容易。他都把我家的卫生纸咬爆，咬爆，全部都被他咬掉了，真的是哈，拿他没办法。不能把它关起来，然后回来它又会发疯这样子。原来猫也会吃塑胶，可以分在不要它碰的东西，真的。谢谢猪猪你哦，谢谢阿星，结果爱上吃辣，它爱上了吃辣的感觉。过冬猫，它超级过冬的，还是它的饲料里面加了什么？它的饲料里面加了什么不该加的东西 ？Hello， 会出去玩吗？不会，不会在开工之前。家人没人在家，记得多放点猫饲料喂饱，已经喂很饱了，好不好？每天饲料都有，没有空的时候。躁动猫。关起来就可以睡觉，吃太饱。谢谢才艺，谢谢蓝色圆棒。就有在奶音，他现在什么都想咬，已经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出来作恶，对。他在干嘛？谢谢博汉的爆竹。甘える時
今は甘える甘えてない。现在是好运鞭炮，好运鞭炮，大家放鞭炮吗？虽然超吵的，不是说十二点要放，就是晚上的十二点要放鞭炮。那要记得帮忙拆盘，他可能直接拆坏的。大年初一，谢谢才艺。十二点，然后就睡，这样子。我应该还没到十二点就先睡。大年初一，初一，谢谢一。握手会呢，有四步呢，该怎么办好呢？要想一下。我想知道哪一天比较。110张还没看到你的单曲的声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110张还开不到，真的是蛮厉害的。你有想好了吗？当然还没啊。Hello， 他发疯，他最近很爱咬人。因为他想我。不对，他谁都咬。看到两张。你看他没有咬我啊！你看他倒下来。他刚开始发神经，他发把我这边都拆掉了，好不好？尔丽塔。厄利塔，我前几天一个人在玩劲舞团。哎，有什么不找我玩？然后我按到我的手快变残障。找我玩啊！而且我发现超少人的。真的，越来越少人了。少到一个爆炸，大概就只有这样，大概整个四五期就只有这样。我昨天跟我姐玩。还有爆满呢、欸！玩什么？真的、哦？还是有两个频道爆满。哦，还是我那个时间点有点奇怪。应该是早上吧。忘记了。哭哭哭！跟你们讲啊，真想要揪人找玩劲舞团，大家要不要下载劲舞团？一起玩呢、啊。要即刻啊，废了吧？废了啦，不要来，不要再玩。抱抱王。不要再玩抱抱王。抱抱王是真的认真，没有人在玩。有很多大拉救主，下一波。干嘛啊？跟我讲。上下左右。哎呀啊！朋友说看到哭奖你就感觉到他很惊恐。为什么？抱抱王上下左右，我有录起来，我玩劲舞团的。想说可能哪一天会出现在。然后我按140以上，结果他跳出了241一样，我就玩不了了，188就很困难。241，练习反应超好笑，我直接放弃，我开始吃零食。我已经按到我整个人在。等一下，太夸张了，会坐在电脑。坐在电脑前啊，一直在，因为真的是太痛，太可怕。怎么没有我？怎么可能会有你？
他那么自恋。哪有？我要看我几公斤。48。46。直接彩虹。42.8。好、哦。过冬泥不是因为那个真的一块很，我说那个真的一块会按不到好不好？现在怎么玩我真的是连上下左右都看不出来，上，应该是连这颗球到哪里都不知道。我已经忘记怎么玩，太久没玩。50俱乐部。42。要不要吃萝卜糕？还剩3块。我早餐还没吃在这楼下。那你还不吃？吃不下。快参加三期，他才不要嘞。三期，二期都不，一期二期都不去，叫我去三期。不要踩我！我发现猫真的很爱在人家吃饱的时候踩人家肚子之类的。快点把它牙齿磨皮。可以啊，把它打麻醉，然后开始磨。最被宠爱的一期，踩我，踩你，踩爆你！猫奴，猫奴，报名三期去应征好颜 staff， 应征好颜 staff 不收男生的。想被九九踩。早上好、哦，早上好、哦，嗨。嗨。你要不要吃？嗯，我从地板上还有一个。有4个。感觉好硬。艾丽塔是来拿红包的吗？哈？艾丽塔是来拿红包的吗？没有。也是可以啦，也是可以啦。猜你肚子，最近肚子有点大。会包红包，我不会包红包，我是拿红包的那个。那有没有，再过一下子，可能就是你要包红包。没有，在阿丽塔还没包红包之前，我不会包红包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包你就会包了。大部分说的，对，只有你跟小林没抽到我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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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他打我。没有，就是完全娱乐的话，6个人只有2个人没有抽到，只是我们2个。小鹏，打你。对呀，没抽到，所以不想包。对，抽到应该也不会想包。对，抽到就花掉这样子。冲动购物，谢谢苹果的财。哎呦哎哎，它咬我了！它不包，我不包，因为我们一样大。谢谢何恩的心心相印。他快发疯了！你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。你找平衡拜年的红包，他才不给我，谢谢谢谢。又在不开心了。枫叶，喵，不开心喵，谢谢赚了的10000个赞。我一直忘记它的品种是什么。虎斑猫。虎斑。混血。我一直记那个琥珀，那个琥珀糖。流浪猫。为什么还有一瓶水在地板？不开心猫。你家的地板真的是
充满了他。你怎么还有一个瓶盖？就是他，他把桌上的东西，所有东西都扫下去。十九。任性喵，任性喵，谢谢柴。酷酷强。想睡觉。你要开到几点？十点。没关系，快十点。还有47分钟，可以想想我现在可以干嘛吗？那个、啊。就那个嘛，我现在可以干嘛？可以那个啊，你懂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到底在讲什么。哎，我叫灰灰来哦。过肩摔。你现在等下班？对，有比较喜欢的 uni 吗？勉强要选的话，应该是花名，因为我不想当杯子蛋糕。别咬我！臭家伙！臭家伙！你给我走开！走开！写春联，我妈已经写好了。哪个是哪个？哪个是哪个？那个、啊、哪个？你要问他，我不知道他的哪个。谢谢小杰的爆竹。他看到你的头发。好，我帮你拿那个嘛。小喉咙。不选倒车组吗？可惜，不要拒绝倒车组。除夕展才艺，除夕展才艺也没有，已经没有什么才艺了。画技巧进步，我觉得是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零。我搭车选飙车组，谢谢志伟的真情告白，不要拒绝。除夕，大家都很早开直播是吗？口气还活着吗？不活着了，不活着了，倒车头起来。发苦，根本就是耍废啊！玩扑克牌。我们可以出去玩。不要。才好玩。不是。发生什么事？酷奖。我们来玩 Uno。真的。玩了。我很烂，我也很烂、啊、抽牌都抽数字。对，我们要玩20张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应该在某个地方。好，我看到了。一个人玩，两个人不行玩吗？我们都两个人玩，因为没有朋友。我们连抽鬼牌都可以两个人玩，大佬也可以两个人玩。我们什么都可以两个人玩，只要是多人的，我们都可以两个人玩。只要有心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两个人玩。就算只能单人的，我们还是可以两个人一起玩。对啊，只是我们来玩 Uno， 因为没有朋友。对，等一下，怎么会分成这样？抱歉，没有朋友。他好像本来就是分，
这个有两个。哦，鬼抓人也可以两个人玩。嘿嘿。玩丢水球，我们也可以两个人玩。在厕所里玩。在厕所里面玩丢水球，这样就不用打扫。去台北溜冰的时候，也是我们两个人在溜。溜冰也是两个人在溜。有没有伤口？玩极速淋雨也是两个人在玩。玩枪战也是两个人在玩，反正什么东西就只有两个人，因为没有朋友。抱抱王也是，真的是太可怜。然后单挑的时候我都输。小游戏也是只能这两个人玩，对，就是没有游戏。花式洗牌不会，加油。但是Uno 40分钟可能不够玩。那我们玩，你要玩几张？15张，很难用对不对？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还有 SSK 啊，他们都不在，都不在这里啊。加二，谁加二？是谁加二？重来，重来。还有更多，我们有，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有玩过，50张。同款牌，这个不就只有这一个款吗？15张，对啊，只能玩15张，不然。不然5张真的是太快结束了，直接拒绝了。谁先？剪刀石头布赢的先。剪刀石头布。好。所以我要加二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就蓝色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绿色。吓死我了！不要跳我身上。红色，这样脸的出是蛮开心的。绿色，绿色，乱放。拿不起来，绿色。回转，回转，回转，是你还是我？单数应该是你啊。回转，回转，应该是你吧？我吗？没关系啊，红色，黄色，算你狠。等一下，我是要抽到有牌为止吗？不用啊，抽一张就好。哦，那还害我多抽了。不要踩我，红色。哎，不能抽。你进我，然后没有牌是怎样 ？Yes， 进进，加二加二加二 ，Uno， 加二，好啊，我竟然没有留牌，加八是吗？一二四六八 ，Yes， 四。五尿，八，我可以输吗？哦，好，对上，红色，红色，红色 ，yes， 为什么就刚好是红色？我赢了，耶！走开啦！他不开心，酷奖不开心，他来捣蛋。这牌不要用，用这里的。为什么？那个没有，别弄我。换我发放，换我发，换我发放，换我发放，走开。酷奖代赛，酷奖代赛，可以走开吗？
好像开始好运了，就是跟他玩才会有这个。我每次跟他玩，我都会赢。玩牌的部分，玩牌玩大老二，用这个玩吗？不，这个怎么玩？大老二不会玩，就没有玩。大老二超衰。你每次都说不会玩，然后最后还是赢我。那是因为你真的太好。就带谁？等一下，这谁呀、啊？真会放。先拿这。抽鬼牌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但是很可怕。那玩抽鬼牌。先玩抽鬼牌。舅舅屁股是不是没擦干净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不要跟我讲这么可怕的话，我不想知道。那是对方太弱，真的是对方太弱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我看得到哦。他是谁？我没有看过他。我们的牌永远都是这么大，牌超大的，牌超大。那些小的牌不是少那张就是少这张，找不到。就是这么大，就是这么大，对比一下，就这么大。我妈之前买的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想买的。她把台拆了。所以是什么？抽鬼牌。发卡，抽卡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我的牌吗？这到底是谁的牌啊？我发到错乱，我已经不知道是谁了。等一下算一下有没有一样，算一下，以防万一，算一下。没关系吧，反正最后都会丢出去。是吧？丢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我为什么都没有呢？尴尬。等一下，拿不起，掉下去了。你不要乱，你不要乱丢好吗？再去发牌，玩心脏病，我会心脏病，不行。我觉得我们等下两个都会受伤。我们会鬼吼鬼叫，那楼下就叫我们闭嘴。没事，啊，不是在直播，怎么玩的这么嗨？每次都会被叫闭嘴，很吵哎、欸、！Yes， 吵死！鬼牌在他那耶、yeah ，怎么感觉碎碎？五张，在心脏病房，真的就一直入骨。你怎么那么慢？我有障碍。直播嗨才好啊！一二三四五六，难怪表妹会输。可以，其实没什么好事。谁先抽啊？有鬼牌先抽还是我先抽？等一下，我刚好像拿到直播那里了，这样你会看到。我没有看到。刚好有。我先。怎么跑去上面了？哪里出了问题了？我们来玩那个吧，大佬。赢不了就玩下一个，啊，赢了就继续玩。大佬是吧？好，速战速决。不是啊，刚哪里出了问题？我们连那个经过2-1的那个瞬间都没有，他就输了。通常不是知道鬼牌在那边，然后鬼牌在他那里，然后再算。然后我觉得我每次跟你玩，我都没有刺激感。是不是刚刚是他刚是顺序错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是其实刚刚是我先错。两人抽五次就没有。我就是你先抽鬼牌是在我这。他有心脏病了。
你要换新桌子？不要不要，会尖叫。我觉得我会把桌子打爆，就我们两个会受伤。我让玩完大老二再玩心脏病。我先拿好了，不然你还要乱掉了。对，不然你还要乱。等一下，姑姑姐要跳上来，我看到她的屁股了，在晃来晃去。屁股在摇晃。你刚刚把鬼台拿起来吗？应该有。有，我拿起来了。不喜欢发牌的时刻，有没有快速发牌型？期待桌子打爆，还不打爆桌子？哦，别咬我！哦，很痛哎！这牌很大，我很困扰。走开！你走开！这牌很大，很困扰。等一下啊，不要偷看啊！我偷看是有什么意义啊？反正就是一样的牌啊。我不管，这是一个感觉问题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忘记要怎么用了耶。太久没玩了。啊！不要弄我的牌！我的牌瞬间乱掉了。等一下，我重用。你看起来没有，已经没有戏了。他已经。啊啊！他，你好烦哦。他已经帮你整理好一遍了。随便玩都赢，是还是要偷看？随便玩都赢，走开！超嚣张，你们怎么那么有信心呢、啊？我都没信心了，你们这么有信心、嗯？走开！你先叫酷酷讲走开啊！我不行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就是管他想干嘛，他太大牌了。叫灰灰来哦！叫灰灰来哦！灰灰最近很胆小。可是灰灰欺负同类。OK， 我还没好。你先，啊，很痛，很痛。哎、欸，我这手上都是伤哎。你被霸凌了。叫他滚！你把他关抓进去里面关，关紧闭。有办法，都过来。而且他真有戏。找帮手就。这牌太大了，要怎么玩？根本摊不开。好了，不然我手上都是伤哎。太心累。请问这要怎么把牌摊开？可以告诉我。就被制裁。控制。现出来。他超不听话，现在才发现吗？这个牌真是大到一个爆炸。Hello， 你好。终于好了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耶、yeah. ！他开始在乱叫。请问我可以顺利的打开这张牌？可以耶。换你，我 pass。啊，你 pass？ 我 pass。有这种事？好。有啊，可以 pass 不是吗？哎、欸，我好像也有耶，不用啊。三，怎么可能会没有算子的问题？五、六、七，给你。是比前面还是比后面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比后面。比后面。要几个啊？要几张？要五张。哦。四、五、六。请问在哪里？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五张哦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不会玩，以后会没打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几张？五张吗？张了。
八九到十十一十二给你。等一下，你还有八九十。可是我是梅花八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，这是什么、啊？黑桃八啦。可是我是黑桃、欸，你有比我大吗？他说比后面啊。哦，是，那我后面是多少？菱形。好啊，没关系啊。啊，没关系啊，随便乱。我们就是没有规则的乱玩。十。其实不是只有顺子哦。明明还有葫芦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。我刚刚是。那再一个十三好了，都乱玩了。就是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都乱玩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就差一个五了。应该没了吧？我们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换我，没有了。五。六七，等一下啦，太难了。K 一一二二二，等一下，我完了，结束了。哎，我还剩这么多张哎。谢谢，他又战败，恭喜尔丽塔战败。切，心脏病了，心脏病一波，好弱，人家说你好弱，悬殊，蛮悬殊的，你赌神不是是跟他玩好不好？跟他玩的关系。如果玩钱赚到，玩赌钱的话一定赚到。游戏天才不是哎、欸，还是专克尔丽塔对，我只能跟尔丽塔对抗。可是我不想玩心脏，我感觉他很激动，我怕他把我的直播台拆掉。我们要玩什么？心脏病。二双倍，福克马奇，还有什么、啊？排七，可是我忘记怎么排七，我不会玩。哦，就是七八九十那玩，就是接龙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忘记怎么玩。这牌这么大也超难玩，好吗？桌子根本放不下。你看我手上这里都是伤口哎、欸。这都是伤口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、啊。跟我一样，我上次也是，但是过于急下它。哎、欸，是不是不能看？你洗一洗就好了。走完、啊，我完全，真的这个桌子是玻璃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打手会痛哎、欸。我怕我会把直播弄爆。还是要玩 STU 那种吗？那种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剪刀石头布，一，这边吗？这边看到，这边，对，好，二，你为什么离你那么近啊？这边是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三，一，二，三，哎、欸。
十三。了解，嫩。好多好厚，超厚的，我们来相比一下，快一个又快一个。啊，肚子好痛。一、二、才又打了差一点。三。没关系啊，两三张而已啊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刚刚数量多一张而已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这还是怎么这样跳？让我一次嘛！自我安慰中。一、二、三。不然放这里嘛，我们也一张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就那个三放这里。三，我先。这是一，一啦，一，一，一。二，一二三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一，二，三。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拜拜！我觉得我赢不了了，怎么那么多？而且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丢出去的牌是正确的？不知道，可是你比较厉害。以为是马来西亚，是台湾。Go。可以不要玩了吗？等一下，相比一下，我这么厚哎，赢得了吗？赢得了吗？被惨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等一下，你吓到我了，要带我去收金，收金需要费用的。你可以直接给我钱，没有关系。我们一样很多秒。我想输一分。你现在是剩一张、啊。剩一张。不用玩了啦。一。三。不是刚刚二已经打了，你已经输了，好吗？欸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玩的耶，就是等到我打到之后，你就继续拿牌了。一，拿牌。好，一。好烦哦。后面是谁？表妹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可以吧？你打我手掌好痛哦，你太大力了吧。你为什么一直这么过去？二，你说我是有安排好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再洗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好烦哦，玩不了了，赢不了了，我只能给你拿牌拿一些些而已。一，不要这么久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一，二，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、九、十，啊哈，开心。闹钟吗？我家的猫，这样结束不了。你笑我，你跟说你准备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啦。你让我开心一下嘛！一、
关系啊，才一张嘛，才一张嘛，才一张吧。一，啊，好痛，手劲很强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十三，哎，十三，不要玩了啦！不要，他不想玩了，他不想玩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鼻线嘛，我还是这么多，永远消不了，永远消不了。已经没有游戏可以让你玩了。对啊，永远赢不了哎、欸！生气，气气气。还有什么象棋？我去拿。象棋找的还在吗？我不知道。应该都是灰尘吧。反正我知道大富翁是玩不了了。大富翁要玩太久。两个人玩大富翁蛮无聊的。那不是麻将吗？哦，是麻将哎、欸。反正我又不会玩麻将。可是，你看柜子，应该在柜子里面吧？没错，我没有看到。柜子的深处这样。你的鼻子会爆，我已经觉得我要爆了。在柜子的深处。开赌咯，我自己玩。真是吗？是围棋，围棋我也不用玩。七七七七，为什么这个这样子就爆掉了？他把它弄坏了。还是我们玩围棋好了，反正我都打开来了。真的是啊，他在讲麻将，只要有心，两个人也可以打麻将。重点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规则是什么。麻将就那个啊，胡啦，就没啦。就没啦、欸。还有车子哎、欸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车子不知道。可以盖房子。它好像另外一个游戏吧。就是要逃出警察的什么？我快剪完了。这几分钟，再给我剪一下。重点是我们不会玩围棋。可是你每次还是吃的比我多啊。围棋这么现实，五子棋比较简单，黑白棋的话比较简单，可是它那个不是双面的，这样还要换。这个就是那个啊，这可以玩这个，就是圈圈叉叉的那种。要不要先把这个收起来？要分两百。我觉得等一下酷酷讲，受不了。你家好多桌游，大过年的就拿出来玩。不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太无聊了，一年只能玩一次的游戏。要怎么玩？我已经忘记掉怎么玩。就是圈圈叉叉。全部哦。对啊，就这个啊，点点啊。你很认真的要玩圈圈叉叉，好像只有九颗哎。吹过头。哎呀！怎么玩？忘了。哦呦呦！这样这样玩？是玩围棋哦。是吗？这样玩。就是把它的，不是吧？这边不是也要吗？不用吗？不用啊。两个点连起来，真的、啊。现在有围棋，不知道。五子棋。反正我们不会玩这个，所以我们乱玩。不是吧？我记得要围起来啊。不用啊。真的、啊。不行啊！我把你旁边我都死掉啊。
不是这样玩的吧？不然我摆你旁边我都死了、欸。你摆远一点啊，不要摆了一下。好奇怪哦。那我这样子吃得掉你吗？吃不掉。吃不掉。要合在，要不能中空，不能空心的。你这样我赢不了啊。没画面，没关系，我也不知道在玩什么。还是我们不要玩这个。好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在玩什么。那之后是要怎么玩吗？五子棋要怎么玩？耶、yeah ！让我开心一次。好奇妙的画面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要怎么玩。所以我说象棋怎么不见了？真的没有吗？我怎么记得好像有？我记得有啊。还是其实从，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象棋。哎、欸，好像哎、欸。再加一点白色的，什么东西？我要找到灯，那才会有那个白白的。眼睛。哦，这里有说明书哎。反正我们应该看不懂。对啊，又。乖乖收起来就好。哦，这才是那个来五子棋的。反正我们还是不会玩。射射射，这感觉好无聊。是在干嘛？乖乖收起来，来收起来。王不腻是在哈喽。哎呦！以后这个头要放上面，这里要字好大。你是那个啊？你要点这里，这边。粘不住，这怎么可能粘得住啊？我的脸上有多油才粘？好像有什么可以按的，看真戏，看真戏。三眼零一。
眼里吗？什么东西是眼里？我没办法黏住的，用夹住的。藕包掉光光了，前天早上面那个报道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藕包。我妈，你已经生不出来任何游戏了。新的一年一样孤单。新的一年一样孤单，我们直接去 Seven 买游戏。可是去年我们连玩这个都没有玩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去年我们在干嘛？没有吗？去年我们在干嘛？对的。不然我们今天玩手游好了。你捡藕包？打传说啊？我是林一的藕包。林一从哪个时候开始有藕包的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根本没有藕包过。还有牌在哪？其实有卖象棋。早安，早安，社长。可以玩手游。欸，你的藕包不要了吗？藕包？不需要藕包。剩七分钟，要不要下载这个？那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我不会玩，而且我玩枪跟手机会宕。我的手机跟你玩。剩七分钟，丢藕包咯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红包拿来，红包拿来！这个够大了。红包已抢完。欸，才刚按掉，我傻眼。还一直没按到，还一直没按到。谢谢彩 ，Thank you 红包，谢谢红包，谢谢各位的红包。哎，发红包你丢了藕包？谢谢春联，谢谢帅帅平安，谢谢大家的。谢谢藕包，不客气。快吃你的早餐！不要剩三颗。什么扰乱？谢谢。谢各位的礼物。哎，哦，这个不会痛，还是会痛哎。练排名，虽然还有五分钟。怎么有一堆我没看过的名字啊？第十名是孤独的小飞象，第九名是台东阿美族，志伟哥 ，Hello， 志伟哥，你好。第八名是金佑，第七名是博汉，第六名是坤坤，第五名是阿奇拉，谢谢阿奇拉。第四名是早葵，谢谢啊 ，no， 谢谢早葵。第三名是陈宇，谢谢陈宇。第二名是阿信，谢谢阿信。第一名是博婷，谢谢博婷。哦，是博婷，谢博婷。别偷拉我的橡皮筋。
橡皮筋，橡皮筋。然后我头发就，我头发是自然卷。你什么时候要帮我烫直 ？Q 毛诶，没有带回来，明天才有。你就这样扎毛扎到明天吧。又是自己的吧？不然穿他的吗？不然穿他的吗？看这杂乱，像是没有梳头发的头发，就是他的头发，看起来像是没有梳过的头发，就是他的头发。炸毛炸到大年初一，真的有炸，炸起来！轮胎行新年送的，颜色很鲜艳。你说这个吗？轮胎行送的。哎呦，像哎！太爆了，头发太多，太爆了。看起来很多，但是实际上是空虚的。空虚的，就这样。因为我头发是蓬的。这很大撮，这很大撮，然后你捏下去就只剩这样。因为我头发是蓬的。谢谢。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直头发？感觉就很怪。见证人的来签到，说不定以后我就秃头了。你包什么？跳西瓜，真选二期、三期还没有三期，该去护法咯，该去护法咯。钢琴真是有人在弹。我们家附近好像有开那个，就是钢琴教学班。对。谢谢。要宣传我的握手会，有四天，不是有两天，有四部，我要握四个小时。太大力了，你不可能会这样对粉丝的。我要这样吗？然后粉丝握很大力，啊痛！真的。是不是都完售了？目前对，所以我要思考怎么办。请用这个力道对粉丝。为什么要交出300块？因为一张 CD 300块。哦哦，其实我知道啦，我只是问问看而已啦，我看你知不知道而已。其实我都有在 follow 你啦，只是思考一下，就是。请问最新单曲叫做什么？你看见夕阳了吗？我爆最好。请问最便宜的单曲多少钱？那个嘛，就是人家都说要是就是考偶像，他们知不知道自己销售多少？所以你其实不知道，所以才问我啦。请问我们握手会是几号？就两天呢，就两天嘛，就那个嘛，有四部嘛，哪两天？就是有你在的每一天。讲什么话？就28号跟29号嘛，二月嘛，就中午嘛，还有5点的嘛，耶！不要看着考念好不好？手就会一直抖，因为我爆硬掉，反应很快。
很好很好。表妹是粉丝吗？表妹不是粉丝。表妹推谁？我推林一。我心中只有林一。不要客套，恶心。我只爱林一。恶心。我吧。官腔是什么？你呀、啊？什么意思？官方。假的。哦，需要知识。说到脸红，表妹不是喜欢小弟吗？挑拨。有吗？我有这样说过吗？他没有这样说过。官方发言。因为你要问我谁，你可以去参加一下。我直接闯进去吗？我是他表妹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进去？我要当那种 OK， 凭什么？被扛住。你会先被外面的粉丝伺候一下。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啊，他们不知道我长怎样。哎、欸，你叫什么名字啊 ？Hello， 你是新来的吗 ？Hello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可以认识一下，要不要加个赖群啊？不是，怎么可能？那个粉丝会问。我可以给你一下生写真，你有缺哪张？我可以给你一些生写真。还是你要谁的应援物？我可以给你，我这边很多。还是你要护腕？我有很多。看起来一脸而立他的就是什么东西？被保全拖走就是表妹？不是吧？我没有去过、啊。你一转眼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，护腕小子，还是你要购物袋？我有很多购物袋可以给你。有啊，我知道你挂在外面。因为大家很多，但是大家会问你，新来的粉丝吗？你有没有缺什么？我可以给你一些啊。还是你有买过二单吗？你知道二单是哪一张吗？我可以给你二单啊。还是你要生写真？可以送你一张生写真这样。要不要去问一下小琴？可以问一下小琴哦。给你一张握手券，你要不要去握小琴？说的大家都有很多，对，怎么可能大家没有很多？大家一定很多，根本是粉丝，一单最稀有。还是你要 CD？ 我们有超多 CD， 他们超多空盘，刮完过的空盘。为什么？因为买 CD 才有握手券，所以买很多握手券就有很多 CD。啊，如果都是同一个人呢？买握手券付 CD 啊。啊，如果都同一个人呢？哈？如果买五张，那五张都同一个人。那就五张都同一个人。那握几小多久？五张大概30几秒。哦，这么少？小二九加开表妹握手，他直接站在门口的。他直接去外面收外快啊，300块。我一次500。涨价还是涨价的？没有了，不会有人来啊。比我们还贵。谢谢枫叶。可是我去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。为什么尔丽塔比较贵呀、啊？因为我乱讲的。黑店。2月不就开学了吗？对，放假连假。哦，对哈。那我过去找你，我也很无聊啊。你好久，要一小时哎。不止好吧。你可以握完，然后你就去逛街。我要一个人逛吗？怎么那么孤独？跟我妈。跟我妈一起，台湾尔丽塔开裂，可以去体验一下，七秒，消毒然后被推的感觉，时间到咯，真的，时间到，就不用真的推我啦，统测。一般三科不是考统测吗？没问题，你可以考学测啊。虽然已经结束了，耶，10点了，我要结束。那你看到？
哦，看到。我的确是还没开工啦。全然下手です。大丈夫です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やめ寒假作业记得要写。我没有写。跟完全程啊，恭喜怀怀。哦，好啊。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下礼拜见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还没来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台中见，签唱会见，签唱会见，各位，拜拜。